Dancing Feet。 Hi everyone, I'm your best friend。 今日天氣幾好，所以我哋約咗幾個朋友去行山。唔係山啦，其實係啲緩步徑啦，因為多倫多都冇山。本來出門口之前都仲藍天白雲㗎，你睇下而家，烏雲一道。你會唔會落雨啊？哇！超大風，大雪。好啦，啲 friend 已經到曬啦，我哋而家出發。我哋今日行呢條咧就叫 Rouge Valley， Rouge Valley Trail。哇！有個人跑得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閃電俠。落到嚟冇乜風喎。哇！嗰度有間爛屋嘅，你睇下，你睇下，你睇下。嗰度有間，見唔見到啊？咁呢度咧就有個分叉路嘅。咁我哋今日就行左手邊。有名的人家叫 Forest Therapy Trail， 即是这个森林治疗缓步径。一阵呢应该行行下呢会经过一个水坝的。咁继续行呢，我哋一阵可以再买埋杯咖啡饮饮。咦，呢度有啲嘢喎。呢度有個天然嘅池塘，等一陣啊，睇下先。有冇嘢呢？好似冇乜嘢咁啊，冇青蛙，冇龜，有啲荷花啦。發現了一個洞，不知道有沒有東西的呢？沒東西的，原來是。得了，繼續走，不用理我了。剛才上面就非常大風，但其實現在落到來就很舒服，一點風都沒有，又陰陰天。哇，今天真的一流。其實呢條緩步徑咧都係比較新嘅，好似都係一兩年歷史嘅啫，所以你見啲路都好新淨嘅，你睇，好好行嘅。咁沿途仲有呢啲咁嘅休憩嘅凳啦，啊，依邊有水聲啦。唔係，唔好玩啦你！我個 friend 問依個係咪水壩喎？我有問題啊，呢度可唔可以釣魚？可以游水噶。今日嚟嘅目的啦，
就是这个水坝了。咦，今天满泻水喎，因为昨晚其实落过很大雨，所以今天的水坝都挺犀利。即系流到嚟呢边啦，我哋有蜘蛛网，不过冇蜘蛛。再嚟多一个全景先。哇！你睇下而家依啲咁嘅景咧，真係好好嘅。依、這個係俾你幫單車胎嘅，跟住另外依個就要嚟俾你整單車嘅。不過我唔知整啲乜嘢，如果有人知嘅話咧，就麻煩喺留言嗰度講一講啦。跟住有依個太陽能電筒一支。你睇依條街個名字叫做懶人路。懶人又點會行路呢？依條 trail 咧，其實一路都唔係話好難行，最難行咧就係臨尾依一段。camera 可能睇唔到，好鬼死斜。不過都終於翻到嚟啦，而家嗌嘢食先，跟住咧就會去個 friend 屋企開餐。咁今日我哋就行到嚟呢度先，下次再一齊行過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今天晏晝食依間金鳳餐廳，不過而家冇堂食，所以淨係可以攞外賣。